家好，我是中国广播网的台长常慧 ，WGBB AM 1240是我们每天通过它24小时为您提供最快最新的新闻跟广播节目。今天是中国广播网在喜来登饭店的7楼。为我们在大纽约地区举办的第23届的中文演讲比赛，而这个23年一路走下来，在刚开始的时候不是我所能够想象得到的，但是没有想到一路走来，如果不是我们的亲爱的各位妈妈以及他们的孩子给予我们有这么多的鼓励跟支持，我想我们也走不到今天。但是同样的，我们也因为随着我们华人在海外的力量越来越大，中华的文化在世界各地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所以中国的文字、中国的语言在世界各地也受到了各国的重视跟青睐。我想我们今后所有在海外的华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希望我们的中文、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字能够继续在世界各地受到重视，同时也成为我们重要的一个世界的语言。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位在海外的华人所希望为中国人所做到的最重要的，那就是让我们在海外普及华文，也能够把文化传得更远。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母亲节演讲比赛的主持人蒋月文上台，请大家欢迎他。好，我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主持人蒋月文，非常荣幸今天来主持今天的比赛现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23届中国广播网母亲节演讲比赛的现场。今天是5月13日母亲节，在这里呢也祝所有现场的妈妈们节日快乐。那下面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陈慧台长上台为大家致辞。今天站在这里面对我们今天来参加比赛的同学们，也看到这么多的父母，那么可能里面呢也有祖父母吧。我刚才看到这位老先生一直抱着一个小小的 baby， 是您的孙子吧，是吗？恭喜你。今天在这儿呢，我是带着一个非常高兴的心情，因为第23届的中文演讲比赛今天能够顺利的举行。我觉得当年参加比赛，如果说是你是5、6岁的儿童组的话，现在应该是有27、8岁，应该是都到了成年人了。所以我们能够把这个演讲办下来，不但是我们电台的一份荣幸，而且我觉得今天呢，我要把这份荣幸给予今天所有参加比赛的同学，也给予所有参加比赛带着他们来到今天现场的爸爸跟妈妈。
我要非常非常谢谢你们，因为你们的坚持让我们把这个比赛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举行下去，那么同时也是我当初所谓的初心。这份初心呢，大家都很熟悉啊，最近我们常常听到习主席讲初心初心，但是我的初心呢，就是说要把我们的中文讲好，就是要从家庭开始，从我们的父母开始，让我们从小跟孩子讲中文，说中文，写中文，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在海外把我们的中华文化传承下去。你们佳节愉快，谢谢。好，我今天介绍一下我们的评审。好的，我从右边开始介绍起，方吉正老师，展望中文学校，谢谢。另外介绍是华夏中文学校的徐丽徐老师，大家也很熟悉。接着我介绍是纽约人寿的王金香，同时也是纽约人寿的这个于杰啊，于杰在这边。今天他们两位要轮流来为大家做评审，还有就是我们第一保健的王慧玉老师在这儿。今天呢，要特别感谢的赞助商是 House Foods。我们可以看到背后的这个展示呢，都是他们的咖喱食品啊，非常好吃。那我们今天比赛的前三名的奖金呢，也是由 House Foods 提供的。除此之外，也要特别感谢纽约人寿以及第一保健。那今天的比赛除了有前三名之外呢，我们还设立了一个特别奖，也就是最佳演讲稿获得者，他们的奖金呢是由 WAC Lighting 公司提供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感谢以下赞助商：国际中文学校、学府辅习学校、联谊假期、味全食品、飞达西饼、万康西药房、安康宁大药房、Rose House、Affinity Health Plan、亲情健保公司。除此之外呢，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礼品赞助商。今天每一位参赛的小朋友都会获得由旺旺产品和五木拉面提供的精美礼品。好的，赞助商的信息就先介绍到这里了。下面欢迎，在比赛之前呢，我相信所有的小朋友们还有评委都很关心的是今天的评分标准。那今天的比赛呢，我们将由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评分，分别是内容、发音、声调、表情以及仪态，这五项各占20分，总分100分。那在这里也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这个今天的比赛能够顺利的、精彩的进行。下面有请我们的儿童组的前20号的小朋友们来前台做准备，我们下面的比赛就要激烈的开始了。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好运 ，Good luck。好的，下面我们儿童组的演讲比赛就开始了。我们首先欢迎1号小朋友曾伟上场。各位评审，各位来宾。我是曾伟，我要分享的题目是女生宿舍的摇滚总监。我的妈妈在上个月刚刚为我生了第2个小妹妹，我要请各位帮我想一想，我们家有4只猫、1只乌龟、1条狗、1只鸟和2条鱼，再加上我们3姐妹，全都是女生。请问到底有多少动物和女孩住在这个女生宿舍里呢？你们以为我的妈妈看管着我们这个大宿舍，每天已经焦头烂额，像个黄脸婆吧？错，大错特错。我的妈妈每天都打扮得这么时髦，有范儿，酷吧？好，下面我们有请3号小朋友吴洪恩上场，为大家带来他的演讲。各位评审，各位来宾，我是吴洪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妈妈的拿手菜。我的妈妈在15岁的时候，全家从台湾从香港移民到多伦多，所以我们家
英语、广东话，经常鸡同鸭讲，比手画脚。妈妈，谢谢你的拿手菜，让我们的家充满了爱的味道。谢谢。那我们下面有请五号小朋友陈思坤为大家带来他的演讲。大家好，我叫陈思坤，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我最爱的母亲。世界每个人的生命都来自母亲，世界上最美丽的声音就是母亲的呼唤。狄更斯说，所有杰出的非凡人物都有出色的母亲。我相信我会成为杰出的人，因为我有一位出色的母亲。我母亲来自中国，她从小就非常努力，因为她有很多梦想。下面请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八号李明小朋友。各位评审，各位嘉宾，大家好，我叫李明，我是展望中美国际学校二年级的同学。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平时工作很忙，也常常因为工作而出差。我很爱我的妈妈，因为妈妈陪我玩，她保护我，照顾我，教我做人的道理。妈妈虽然工作很忙，但只要有时间，她就会陪我玩游戏。有时候妈妈赢，有时候我赢，我很喜欢跟妈妈玩游戏。妈妈的爱物是无微不至的，她总是陪伴在我的身边，不让我自己一个人。如果她没有时间，她就会找她信得过的人来陪我。下面有请九号王志柔小朋友给大家带来他的演讲。各位长辈们、小朋友们，你们好，我的名字叫王志柔，我今年五岁。今天我要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叫庄洁，庄严的庄，整洁的洁。我今天我妈妈也来啦。妈妈请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妈妈啦。妈妈，谢谢你带我来这个世界。妈妈祝你母亲节快乐。好啦，妈妈请坐下。你有没有觉得我妈妈的特点？我觉得我妈妈的特点是他又懒惰又搞笑的一个人。衣服洗好了以后，我妈妈就说，好女儿，请把干净衣服得收起来。我就把爸爸的衣服放在这里，妈妈的衣服放在这里，还有弟的衣服放在这里，还有我弟弟的衣服放在这里，放在了各地床上。然后妈妈过来看了一眼，说，但你还要把你自己的衣服得放到抽屉柜里面哦。下面我们欢迎十号张恩义小朋友为大家带来他的演讲。评审老师，各位嘉宾，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张恩义，编号是十号。今天我要说的题目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叫做 Tino， 她很漂亮，她是越南人，她不会说国语，但是我的爸爸是中国人，他们送我到国关山学中文。妈妈不会说中文，我要替她翻译。她喜欢下课后和我一起写功课。下面有请十一号孙浩辰小朋友带来他的演讲。尊敬的评委老师、叔叔阿姨、同学们，大家好，我叫孙浩辰，今年七岁。
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每个人都有妈妈，我也不例外。我有一个非常爱我的妈妈，她留着不长不短的假发，中等英文，戴着眼镜。妈妈对我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也数不清。下面有请12号张乐欣小朋友。各位评审，各位老师同学，我的名字叫张立新，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妈妈我爱你。最近我在一本书里看见一首关于母亲的诗，让我感触很多。诗的名字是游子吟，游子吟的作者是唐朝孟郊。诗是这样写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旅行觅觅逢，一口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山春晖。13号洪彩霞带来她的演讲。各位评审，各位嘉宾，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彭彩霞，我是展望中美国际学校2年级的同学。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很爱我，她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是无微不至的，只要她有时间，她总会陪伴在我的身旁，陪我读书，陪我玩游戏。下面上场的是14号刘凯莹小朋友。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刘凯莹。我今天的题目是我爱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教我很多东西，她也教我中文，她是个很好的家里的老师。有一天我去中文学校，我发现了我的老师要教一个新的东西。下面要上场的是15号邹丽安小朋友。各位裁判大家好，我今天要讲的部分是我和妈妈的笑话。有一次我跟妈妈去停车，我问妈妈，妈妈你要去付 ticket 吗？妈妈说哈 chicken， 我说不是啦，是 ticket。 我妈妈说哈 chicken， 妈妈原来妈妈是听不懂我说什么，所以我说 ticket， 妈妈就说 chicken 了。下面要上场的是16号杨香宁小朋友。大家好，我叫杨香宁，今天我要讲的是我和我妈妈的故事。我相信世界上所有人都有着自己的妈妈，并且也都爱着自己的妈妈，我也不例外。是她在我们生病的时候不顾一切的陪伴在我们身边，也是她把我们的点点滴滴记得比我们还要清楚。她就是我们的妈妈。我记得在我4岁的时候，我们妈妈来了美国，过了很长的时间我才见到妈妈。在见到妈妈的时候我都不认识她了。下面有请的是19号陈柔平小朋友给大家带来她的演讲。有一个人，他永远在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你愿意用自己的一生去爱他。有一种爱，他让你无私的索取享用，却不要你任何的回报，这个人是妈妈。这种爱叫母爱。今天是母亲节，是我们心中最难以忘记的日子。这个节日是对妈妈的赞美和歌颂，是提醒我们时刻记住感恩我们的妈妈。下面让我们欢迎20号林国龙小朋友带来他的演讲。亲爱的评委们，亲爱的来宾，你们好，我叫林国龙。我很感谢做广播给我一个机会站在这个讲台上感受妈妈的爱。我的妈妈很喜欢我讲中文，我的妈妈经常给我讲一个中国的传统节日。
我记得我的妈妈给我上了一个月版中秋，现在在中秋节到了，真的是又圆又大，简直就像一个大饼。手中大饼的时候，看到了妈妈手里面夏天可口的月饼。下面要上台的是22号曾毅，让我们掌声欢迎。各位评审，各位嘉宾，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曾毅，我是展望中美国际学校2年级的同学。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是我的妈妈。妈妈是我最爱的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妈妈每天都会陪陪我。下面要上台的是23号白瑞德小朋友。大家好，我叫白瑞德，今年6岁了。然后我要给大家讲我的妈妈。在早饭前，她会给我做早饭，然后叫我起床，给我做美味的早饭，然后送我到前校车，去等校车。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林诺西，今年6岁，我还有一个3岁的妹妹。我有个问题要问大家，你们觉得你们妈妈经常生气吗？经常生气的请举手。你们觉得你们妈妈完美的请举手。我的妈妈经常生气，像我没有乖乖吃饭的时候，还有我没有乖乖弹钢琴的时候。各位评审大家好，我叫林怡静，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帮我洗衣服、折衣服，帮我放在衣柜里。生病的时候，他会照顾我，带我去看医生，给我蜂蜜水喝。妈妈每天早上早起来，煮备早餐给我吃。妈妈煮我喜欢吃的东西。各位评委，各位来宾，大家好，我叫陆克，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妈妈与我。妈妈与我的关系很微妙，有时候她是我的姑妈，有时候她是我严格的老师，还有时候她是我慈祥的母亲。早上我还没完全睡醒，妈妈就把我叫起来了。我好不容易自己洗完了脸，刷完了牙，妈妈就在楼下喊穿袜子穿鞋。各位评审，各位嘉宾，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陈美瑞，我是展望中美国际学校2年级的同学。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是我的妈妈。我有一个很爱我的妈妈，我也爱她，因为我的妈妈会照顾我和安慰我。她每天都会煮有营养的饭菜给我吃。我各位评审，各位嘉宾，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陈浩鑫，我是展望中美国际学校2年级的同学。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经常遇到的事情令我觉得我不理解她。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爱妈妈比她爱我更多，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妈妈的为人很大方，她经常为病人牺牲
生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可以为亲友分享他的时间、金钱和技能。但妈妈为什么不可以大方一些，让我多吃一点糖果和多看电视呢？各位评审，大家好，我叫林怡婷，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叫黄静玲，她每天都好早起来帮我们准备早餐。我吃上学的时候，她才是工作。妈妈是一个心理辅导师，她说她很喜欢帮助她的病人过比较幸福美满的生活。妈妈回家时已经很累了，但妈妈回家后马上煮饭给我们吃。她煮的饭好好吃哦，乌龙面、炒饭还有咖喱饭是我的最爱。妈妈在家里做很多事情，她清理房子和洗衣服，她吸地毯、洗碗盘，还有收拾弟弟的玩具，她很辛苦啊。妈妈也教我们怎么照顾自己。以前妈妈帮我洗澡，但我五岁那年，妈妈说我长大了，应该自己洗澡了。好的，下面我们少年组的演讲比赛就正式开始了。下面让我们欢迎的是一号玉子宇。大家好，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妈妈送给我的礼物。比起别的妈妈，我的妈妈是吝啬的，她很少给我买小姑娘们喜欢漂亮衣服，也不会轻易满足我做一个吃货的贪恋美食的心。但是我妈妈总有一句口头禅，就是小姑娘，你妈妈老妈太穷，太金贵的我养不起哟。但是比起别的妈妈，我的妈妈又是大方的。小时候逛的最多的地方就是书店，看到满意的喜欢的，她二话不说就拿下。我妈妈也有经常会对我说一句话，就是小姑娘，人丑就要多读书。妈妈用长长的时光送给我一份最珍贵的礼物，教我爱上阅读。幼时，我和哥哥经常躺在妈妈身边，听妈妈胡诌各种故事。我经常和哥哥和妈妈还要一起玩故事接龙，那是我最爱的游戏之一。妈妈还经常带着我们兄妹俩演绎各种故事情节，逃家小兔便是我们最爱之一。我和哥哥演小兔，妈妈就是兔妈妈。下面要上台的是三号邱立敏，给大家带来他的演讲。各位评审，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邱立敏，我要分享的题目是超级星期天。我们家每天晚上一边在厨房熬着香喷喷的番茄肉酱汁，一边帮我检查数学功课，还要看着在沙发上扮超人可能会把脖子摔断的弟弟。这位十年来在我们家洗衣做饭，照顾我们生活起居，无微不至的人，他就是我的爸爸。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吴宇森，我今年九岁，在美国待五年了。今天我会说点东西妈妈对我好的。第一，妈妈给我弄好吃的，像糖饼还有饺子。第二，是妈放很多糖在我糖饼里面，非常好吃。妈妈也带我去地方我喜欢的，像中国奥兰多还有迪士尼。妈带我去好玩的地方，妈也给我买好玩的东西，像玩具还有别的。叶叔妈不给我玩，那位对我好，像玩具还有像枪还有别的，那位我太小了。妈妈也爱我，她老是在我旁边，她帮我弄我作业还有跟我玩。下面让我们欢迎七号金若诗。各位评审老师，我是展望中美国际学校四年级的金若诗，我今天要讲的是我爱
我的家人。我有一个很幸福的家，认真工作的爸爸，一面工作，一面又照顾家人的妈妈，和一个活泼的双胞胎哥哥。我很爱我的家人。爸爸很会开玩笑，有时候我伤心的时候，他就会讲笑话让我开心。他讲的笑话真的使我大笑，我就会忘记刚才为什么哭。谢谢爸爸。妈妈每天出去工作，回家后又有好多事要做，已经很累。当我有事需要帮忙的时候，妈妈虽然累了，还会帮我解决。我会说，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大家好，我是纽约华侨学校的卢宏强，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要学会感恩。谁言串脚心，报得三春飞，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小时候，我们被送到的秀剧，讲的就是感恩。还有成语“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告诉我们的也就是感恩。大家好，我是王子涵，我是一岁了。今天我为大家演讲的题目是《妈妈的爱》。我的妈妈有一头棕色的短发，圆圆的脸，还有一双棕色的大眼睛。不过，我觉得她的嘴巴才最能表现她的个性，因为她非常喜欢与人交流。我最爱我的妈妈，她很会安慰人，她总是能让人不再哭泣或者伤心。举个例子，我之前参加了一个特殊中学的考试，很不幸的是我没被录取。大家好，我是曹宇翔，我今天讲给大家一个故事。我爱我妈妈，我爱我妈妈，她是一个美丽的妈妈，她有一双黑色的大眼睛和黑色的长头发，她的皮肤是白白的，很漂亮很漂亮。我像我妈妈有白白的皮肤，像白雪公主一样漂亮。妈妈教我做卫生，扫地、拖地和炒鸡蛋。我最爱妈妈炒的鸡蛋，很香很香，很好吃。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中午好，我叫江红礼。我今年11岁，今天我的演讲的题目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是我心目中最漂亮的人，她有圆圆的脸，弯弯的眉毛，会笑的眼睛，她也是最关心我的人。举个例子，给我取名字的时候，她没有用美丽的丽，用了顺利的利，因为她希望我一辈子都顺顺利利。这只是件小事，不过你可以看出来他多么用心良苦。另外一个例子是，他每天陪我坐地铁去学校，风雨无阻。各位来宾，各位评审们，大家好，我是张乐然，今天我的演讲题目是同心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愿意听从母亲的教导，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愿意完成母亲的期望。我肤浅地把母亲理解成一间老屋，给我童年的遮蔽，却无法再提供给我新的风景。我把母亲拴住成一本平淡无华的书，无需感情的便可阅读。然而我错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母亲要在外出差几天，当我满身疲惫地回到家时，没有人会上来问候我这一天过得怎么样。当我不小心打碎一个杯子时，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办。
当我学习到深夜时，没有人告诉我时间已晚。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吴玉晨，今天我会讲我的妈妈。我在美国这里有5年了。我的妈妈的饭是最好吃的，她做的糖饼和这种那种的吃的像是粽子呀，她做的糖饼是最甜最美味的，你一咬一口就甜就会在你嘴巴里边待着，然后就会非常好吃。她做的粽子，你把那个叶子给摘下来，那个味道会把整个屋都给占领了。然后这个味你下你闻到我就能。我叫白亮，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是我的家庭。我的孪生姐姐和我自说中文的家庭。我不是华人，但是我从小我的父母让我们8个姐妹从出生就开始学华语。我将要谢谢我的保姆。有一天去中文学校的时候，家长、同学、评审，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周雅凤。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我那位搞笑、严肃还有幼稚的妈妈。我的妈妈不知道怎么煮菜，不知道怎么做饼干，也不知道怎么烤蛋糕。为了那个，我常常都会跟妈妈抱怨，你为什么不能跟别的妈妈一样，有办法给我做好吃的东西呢？大家好，我是张纳森，我今天要为大家演讲的是我与我妈妈搬家。我的妈妈超级喜欢搬家，我出生在阿姆西院，我家住在离医院不远的公寓里。我依稀记得那是我家住在离医院不远的公寓里，那里有史上最好吃的芝麻鸡，那里有打针很疼的儿科医生，那里有可以遇见很多小葵的公园，当然还有可以听故事的图书馆。到了我要上幼儿园的时候，妈妈突然让我搬家到 Jackson Heights Roosevelt Avenue， 那里有5条地铁E、F、M、2还有7号车。我记得那时妈妈每天早上挽着我的手送我离家1分钟远的幼儿园。下面欢迎19号于心迪。各位评审、各位来宾，大家好，我叫于心迪。在我演讲之前，我要祝在场的各位伟大的母亲母亲节快乐。今天来到这里，我想介绍我的妈妈给大家认识，她叫戴法珠。我妈妈在缅甸出生，为了梦想，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在她21岁那年，她离开家人和朋友去了澳门。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她一无所有，一切从头再来。各位评审、来宾、家长、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敏，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是个超人，什么都瞒不过她，特别是她的千里眼、顺风耳和读心术。先说说妈妈的千里眼吧。有一次妈妈出去逛街，临走时特地叮嘱我不要看电视，要弹钢琴、做作业等等的。妈妈刚一出门，我就觉得解放了，马上打开电视。此时电话铃声就响了，佳明，我的好女儿，不要再看电视了，乖，快去做作业。我觉得好惊讶又很纳闷，妈妈怎么会知道我在干啥呢？难道家里装有监控器？我只好乖乖地去做作业了。这好像有个比喻，猫捉老鼠，妈妈是猫，我是鼠，有他在，我就不敢轻举妄动。亲爱的评审老师，亲爱的来宾，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叫白雷，
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是我心中的爱。我的祖母是我最深爱的人，她在我6岁时因为乳癌而去世了，但是我依然记得她每天给我无限和不求回报的爱。她的爱让我在学习里充满的迈向成功的信心，她的爱也激励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他非常喜欢孩子。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华侨学校国小6年级的学生白朗。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祝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看到蓝天我就想起了你，看到大海我就想起了你，你给了我这么多勇气和力量，给了我这么多聪明和智慧。蓝天问我，大海问我，你是谁？我悄悄地告诉他们，是您妈妈。大家好，我是宋泽水，这是李晨。我今天想说关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那一个人是我们的妈妈。关键是我要先问你一个问题，一个妈妈对你是什么？对我，一个妈妈是一个保护我的，一个教我的，和一个家长来告诉你打扫卫生和起床。关键是这一个字对所有人都是不同的，就跟饭一样，就是说如果你对一个人说你想吃饭了吧。大家好，我叫陈柔斌，在这个暖心，我想歌颂一下母爱。世界上有很多的爱，但只有一种是无私的、伟大的，只有给予，不求回报，那就是母爱。母爱像天空般无边无际，如大海般广阔无垠，沐浴着爱的阳光。大家好，我叫李向水，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我和我妈妈的故事。记得有一次，在我6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妈妈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有一道菜我最喜欢吃，那就是韭菜炒鸡蛋了。我吃的可多了，但可惜的是我的肚子却开始疼起来了。等妈妈知道了以后，飞快地打了医院的电话，穿上鞋，背上我，飞快地跑去医院。等治疗了以后，我还是感觉很不舒服。大家好，我叫尤欣，我是我是来自 PS1O2 的4年级学生。今天我来演讲的题目是母亲。母亲是我一生中最最重要的人，她给予我生命，陪伴我成长。我总是觉得自己好似一株小苗，母亲就好似那滋润小苗的泥土，那为小苗遮风挡雨的大树。她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母爱。他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母爱。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学会叫的第一声就是妈妈，喝的第一口就是妈妈那香甜的乳汁。伟大的母爱，伟大的母爱。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我是 Hero School 5年级的陈乔南。今天我借这个平台的演讲是母爱伟大，母爱伟大。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母亲，也有说不完的母爱故事。我讲的是生我养我的敬爱母亲，她是我的良师益母，就是我课外的好朋友。妈妈对我的学习她很严厉，时常耐心地教育我，感到他心里十分地疼爱我，寄望我在学习知识上
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更希望我在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上快乐、自由、健康地生活着。小时候是母亲启蒙着我的言行举止，妈妈时刻鼓励着我，要我学会坚强，不怕困难。妈妈日夜操劳督促我的学习，但有时我想玩 iPad 的游戏，总是被母亲。各位评审来宾，各位家长同学，大家好，我是朱佳颖，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我的妈妈。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妈妈，但是对我来说，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独特的妈妈。我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的妈妈都会支持我，因为她真的非常爱我。去年的夏天，我去加州参加全美的简报和成语比赛，出发前妈妈一遍又一遍地提醒我赶快去练习，我等一下会考你哦。但是每当妈妈考我时，我都是一问三不知，气得妈妈火冒三丈地说，你这种学习态度不要去了。大家好，我是李美轩，四年级学生。大家好，我叫李佳轩，二年级学生。今天我们要演讲的题目是我们爱妈妈。有一首歌我们非常喜欢，叫做世上只有妈妈好，小时候妈妈总是哼唱给我们听，渐渐的我们也学会了唱这首歌。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我们因为有了个爱我们的妈妈，我们真的像个宝贝一样成长着。各位来宾大家好，我叫贝贝，今天我要分享的故事就是我当妈妈的一天。我都快十岁了，但是妈妈还常把我当成小孩一样对待，每天唠唠叨叨的，真够烦人。我时常想，假如有一天我和妈妈交换位置，那该有多好啊。终于有一个星期天，妈妈满足了我这个愿望。各位评委大家好，我是来自韦伯中文学校的杨永俊，今天能来到这个舞台演讲是我的荣幸。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跟妈妈难以忘怀的故事。妈妈在这个世界上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亲人，我妈妈一直在保护这个家庭。然后2010年对我妈妈来说是最重要的一年，妈妈交钱给一个补习班老师的时候，妈妈说她舍不得交钱，但是又没有其他的办法，因为妈妈必须去上班赚钱，那时爸爸去外州打工赚钱，所以没有空带我。现在的来宾是张老师，我叫白兰，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妈妈的爱。我有一个很聪明的妈妈，她生了我们9个姐妹，从小就培养我们，除了英文以外，必须学西班牙和中文。以前我不懂为什么，去年我们在北京的广府井大街住店出来时，我看到一名老人，之后我发现他来西班牙和一个发疯似的老妇女趴在地上。各位评审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展望中美国际学校的陈静怡，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很漂亮，有双像星星一样明亮的眼睛，时时看顾我，关心我。妈妈有一头美美的咖啡色的头发，每天都非常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Elliot Lin，
中文名字是林聘涵，我在韦伯中文学校读书。我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活动。我演讲的题目是我和我的妈妈，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我的妈妈是个很努力工作的人，她每一天早上很早起来会帮我煮早饭，煮完早饭以后她还需要开车送我到学校上班。大家好，我叫王延新，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谢谢您妈妈。美丽的五月已悄悄地来到我们身边，空气里到处飘荡着芬芳的气息。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在这个平凡又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我祝福我的妈妈，也祝福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我是妈妈一手抚养带大的孩子，从小到大妈妈一直是我最亲最爱的人。各位评审，各位在场的母亲，祝你们母亲节快乐。我是张子然，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我的妈妈。记得在一年级，老师教我们写妈妈两个字，觉得很难，笔画又多。我常常把妈妈两个字写成一只马 horse， 但是现在想起来，她真是一个乐意为我们做牛做马的好妈妈。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她就已经起床为我们一家做美味的早餐。亲爱的评审老师，亲爱的来宾，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叫白露，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是母爱。母爱就是像空气、阳光和水，拥有它就拥有世上珍宝，什么也不能换取。它让平凡的生活充满了色彩，但没有它，即便有世上珍宝，也不够是一对货物而已。如果世界上只剩下一种爱，那么我希望是母爱。妈妈，你一定记得刚出生的我，是如此可爱的牧羊。尊敬的评委，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高志源。今天是母亲节，我祝福每一位母亲母亲节快乐。今天我为大家演讲的题目是我爱妈妈。我感谢妈妈给了我一个生命，她每天辛苦的工作哺育我长大，妈妈还教育我要做个懂事的孩子。各位评审老师，各位来宾，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白乐，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是关于学习汉语的意思。我正在学习英语，是的，是真的。我虽然不是华人，但是我的第一语言是汉语。为什么这样呢？我的妈妈是语言爱好者，特别喜欢汉语和中国文化。大家好，我名字是林辉山，今年九岁了。今天我想分享我所知道的母亲节。母亲节是个感恩母亲的节日，母亲们在那一天会通常收到一些礼物，康乃馨被视为母亲的花。而中国的母亲花是萱草花，又叫忘忧草。美国的母亲节是由 Anna Jarvis 发起，她终身未婚，一直陪伴在母亲的身边。她提出硬设立一个纪念日来纪念默默做出奉献的母亲。各位评审，各位来宾，家长同学，大家好，我是王瑶，我演讲的题目是妈妈的爱。我的身边全都是爱，尤其是妈妈的爱。
妈妈每天帮助我，让我开开心心的成长，也向街上的警察和消防人员保卫我的安全，也向学校的老师教我数学、英文、社会、科学、道德伦理等等，让我变得更聪明，让我更轻松，做事更简单。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铃铃铃，晴晴，你还不赶快起床？好，我起来了。晴晴，你要我叫你几百次，每天还要到楼上来叫你。你看，你要把衣服乱扔在地板上，房间乱七八糟。你几岁了，到现在还不会收拾自己的房间，把房间弄得跟猪舍一样。敬爱的评委们，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韦伯中文学校的 Yuna， 我今天特别高兴能到这个舞台上演讲。我演讲的主题是我和我的妈妈。记得小时候，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天妈妈送我去幼儿园，因为路上坑坑洼洼，我不小心摔倒了，膝盖的皮都摔破了，有了好多好多的血。那时候我还很小，根本都不懂什么是勇敢，所以我就一直哭。妈妈一句话都没有责怪我，还不断地安慰我。敬爱的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来自韦伯中文学校的 Hillary， 今年12岁了，很高兴能够来到这个舞台上演讲。我今天要演讲的内容是我的妈妈。我记得小时候上1年级的时候，经常会去外婆家睡觉。我觉得很不公平，因为妈。大家好，我是刘洋，今天很荣幸站在这里跟大家参加这个演讲。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对妈妈道歉。我相信观众朋友们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母亲吧，用母亲的请举下手。举了手的观众朋友们，我想对你们说，你们是幸福的。没有举手的观众朋友们，我想对你们说，对不起。下面让我们欢迎49号冯雅颂。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冯雅颂，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我的妈妈。我今年10岁了，妈妈偶尔会感叹时间都到哪儿去了，怎么一眨眼你就长到这么大。而我知道这一眨眼其实是妈妈10年的青春年华，是妈妈扶着我迈出了人生第一步，是妈妈教我学会了人生第一句话。周六一大早，我还在做美梦呢，突然发现我那2岁的小胖妹在边上滚来滚去的，然后听见妈妈说，你不是要给妈妈一个母亲节的特别礼物吗？我想起昨天说的要给妈妈的什么礼物了，那就是我来照顾妈妈，当然前我来照顾妹妹，当然前小妈妈，让妈妈休息一天。我赶紧起床带妹妹去吃饭，饭还没吃完，妹妹就神情奇怪的说要噗噗了。我赶紧带她去她的小马桶上拉开尿裤，一看，哎呀，里面已经有了一坨了，一股浓烈的气味喷上来，窗台上的水仙花立刻就凋谢了。青年组1号沈嘉轩带来他的演讲。我的妈妈在41岁的时候老蚌生珠才有了我，所以在我的童年世界里只有妈妈和我两个人。当时的我不仅生如细丝，连正眼看人都不好意思，直到老天爷让我遇见了生命中的虎妈。我对虎妈真的是又爱又怕，她就是我的演讲指导老师林美华老师。虎妈带着我从每一个咬字发音语调动作百遍千遍的练习，
虽然年龄，但也充满着激励。现在的我可以面对上百个观众。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王继宇。我的妈妈她特别的辛苦，每天都要早起，然后很晚才回来。她每天这么辛苦的工作，就是为了可以让我和弟弟妹妹过更好的生活。我也会跟我妈妈闹别扭，因为我们的意见会不一样，而且我们的想法也不一样。她有时候不会理解我的穿衣打扮。很多人说外表并不重要，可是现在的社会和我妈妈那个时候已经不一样了。很多人会用外表来评断你的这个人。我的妈妈特别爱我，虽然有时候我会觉得她很烦，可是呢，每次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她都会帮我解决。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黄思源。在很小的时候，妈妈对我来说是我的大英雄。我其实算是一个留守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呢，我一直是在跟我外公和外婆在生活。在我2岁半之前，我甚至都没有任何对我妈妈的印象或者记忆。在当年过年的时候，她回家来，迎接她的只有我的一句阿姨。这句话让她很伤心，然后她蹲在地上哭了很久。妈妈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很多时候，在我很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是对她是属于一个陌生的态度。她经常会寄一些在外地买来的，新奇玩具和衣物，但是我似乎从来没有珍惜过。玩具呢，我很多我已经借给别人玩了，衣服因为在外边玩的时候，基本都沾上了泥土。各位评委好，大家好，我是杨玉杰。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她没有多少文化，偶尔也会乱发一些小脾气，但是她在我心里是一个英雄。因为不管任何的困难还是任何的烦恼，在她的面前都会很顺利的解决。她偶尔也会非常的感性，一点点小惊喜在她面前也许就会泪流满面。在我15岁的那年，他正好40岁。在他的生日当天，我给他准备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惊喜，一个我亲手制作的小视频。那个视频没有任何的华丽的视觉效果，只是我从小到大的照片合集，配上淡淡的轻音乐。他看过视频之后，沉思了一小会儿，然后一把把我抱在怀里痛哭流涕。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察觉到，原来我为母亲所做的这么一点点小事情她都会那么的感动。我也没有想到，也许就是这一个小视频在她心里会有多么的珍惜。尊敬的各位评审，各位来宾，大家好，我叫段玉熙。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狠心的妈妈。妈妈对女儿而言是最亲的世界，温柔的故乡，永远的爱。可是我的妈妈却与别人不同，她对我别样的爱也让我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幼儿园小班起，妈妈就让我独自一人睡在自己的房间里，有时候因为害怕，有时候因为想享受依偎的感觉，但都被妈妈软硬兼施地撵回了自己的房间。虽然撒过娇也流过泪，但都未能让妈妈心动。渐渐的，我便发现我的妈妈是一个狠心的人。一天清晨，我还在梦乡周游时，突然被妈妈的一声起床了给惊醒。我眼睛刚睁开就闭上继续赖床了，谁知当我眼睛再次完全睁开时，发现了身边竟然没有了妈妈的身影，家里好安静。我赶紧朝墙上的钟表望去，呀，快迟到了，迅速掀起被子跳下床，洗漱完后拎起书包就冲出家门，走到了准备要出发的妈妈身边。谁知妈妈丢下一句自己上学去，便扬长而去了。那天的结果大家应该可想而知。大家下午好，我是刘洁颖。今天我想和大家介绍一位人，那就是我的妈妈。从我记事起，村里的婆婆常对我说，
接应啊，因为你的存在，你妈妈可改变了不少。我看一下妈妈，她留着一款男士的短头发，穿着宽松而又肥大的裤子，我内心百思不得其解。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她是鱼腥味的，每天凌晨一两点，她就要早早的起来，开着一辆小摩托车去菜市场里摆摊。一路上陪伴她的可能是风，可能是雨，但我希望能够陪伴她更多的是那皎洁而又柔和的月光。到了菜市场后，妈妈也没有停下来过，她需要在一个大冰库里不停地进进出出，她的双手也因为长期泡在冰水当中而变得通红臃肿。大部分情况下还能够再次见到妈妈，要等到中午12点左右。那个时候，我便会一股脑地钻进她那充满鱼腥味的怀抱当中。等我到了中学以后，我的妈妈是油烟味的。由于学校的晚自习制度，我一年只能回一天，一周只能回家一次。大家好，我叫秦艾娜，今天是5月13日，母亲节。母亲节是我们心中最难以忘却的日子。这个节日是对母亲的赞美和颂扬，是提醒我们时刻记住感恩我们的母亲。在人生崎岖坎坷的旅途上，是谁给予你最真诚最亲切的关爱？是谁对你嘘寒问暖，时刻给予你无私的奉献？是伟大的母亲们，没有一位母亲是不爱自己的子女的。母亲将你带到这个世界上，随即你便有了生命，有了生存的寄托。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母亲的啰嗦与唠叨也开始厌烦了。然而当你一个游礼方来呵斥母亲时，你曾作何感想？母亲倾注了半生的精力来哺育你，教导你，至死方休。如果在她年迈时你不孝敬她，反而对她不理不管，大发雷霆，她会多么的伤心绝望啊！哪个母亲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哪个母亲会对自己的孩子索要什么回报？在人生崎岖坎坷的旅途上，是谁给予你最真诚最亲切的关爱？是谁对你嘘寒问暖，时刻给予你无私的奉献？各位评审，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罗星瑜，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我最尊敬的母亲。世界上最有爱心最温暖的手就是母亲之手。从我们哇哇落地那刻起，母亲就扮演一个无人可比的角色，我的母亲也不例外。她不仅仁慈和蔼，照顾我们兄妹无微不至，而且脸上永远洋溢着慈爱，每天惦记着我们生活起居，为了给孩子们有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日夜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她为我们付出一切，为我们付出了宝贵的青春，尝尽了辛苦。在唐诗《慈母手中线》里一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种恩情做子女的实在很难报答的。中国几千年来伦理道德根本就是孝顺，它也是做人处事之基础。我们都知道家庭教育影响孩子很大，良好的家庭教育是靠父母的谆谆诱导，孩子长大后才能变成品格优秀的青年。我的名字是白莲。我有一个很伟大的母亲，她对我们她的孩子非常信任，不管我们对什么有兴趣，比方说艺术写作，或者是成为一个兽医，她都非常的支持和相信我们。各位评审，各位来宾，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的名字是方晴谦，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我的妈妈。
我在我家排行第二。哦，我上面有个姐姐，下面有个妹妹。我觉得我的妈妈很偏心，因为她常常原谅我的姐姐和我的妹妹。可是如果是我对她不好的话，她都会比较慢原谅我。我问我妈妈，为什么你这么慢原谅我呢？她就说，因为你常常顶嘴，你都不会跟我道歉，不像你姐妹。为什么你不能跟她们一样呢？各位评审好，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李新水，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我的一个故事。我的生活充满了妈妈的陪伴，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有和我类似的经历。当我生命受伤的时候，我的妈妈不顾一切的陪伴在我身边，也是她把我的点点滴滴记得比我还要清楚。我记得在我11岁的那一年，我和弟弟刚放学回家，看到妈妈急急忙忙地收拾行李箱，跟我和弟弟说，因为外婆意外受伤非常严重，她需要离开家里2个月去照顾外婆。评审和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宋佳蕊。今年母亲节，我想给妈妈特别的礼物，所以我接受挑战，愿意参加这个对我非常感的中文演讲比赛，因为题目是我的妈妈。我想用这个机会分享我的妈妈，谢谢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之一，她非常的爱我，关心我，照顾我。我很感谢妈妈与大多人相比，我很幸运我和妈妈有密切的关系。我的妈妈是一个能完成工作而不拖延的人，我的朋友们都尊重她，因为她认为她很照顾我。我可以告诉妈妈任何的事情，并与她谈谈我的问题。评委老师，在座各位来宾，今天是母亲节，首先我想祝在座的各位母亲节日快乐。我的母亲是一位平凡但伟大的人，她生我养我育我教育我培养我，这么多年来我十分感激她。我父母在我所出生的城市奋斗了好几年，用辛苦和汗水换来的是我未来。10月怀胎的拉锯战终于结束了。2000年那年，我在我的母亲的襁褓里哇哇的哭着。如果我有当时的记忆，那我知道我妈肯定是乐在其中。各位评审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高佳怡，我是第17号的演讲者。我今天演讲的内容呢是母亲的爱。相信大家都可能听过古诗游子吟中写的，游子吟中写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个诗句呢，表达了母亲对于游子的关怀与爱意。每当我读到这个诗句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她是一个不善表达的人，她从不曾用语言来表达她对于我的爱意，却一直都在用行动去表达她对于我的爱。我的母亲在我小的时候呢，总是喜欢唠叨我，因为小时候的我学习不好，母亲呢就唠叨我说，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人家怎么学习成绩那么好，你再看看你，你就不能跟人家孩子学习学习吗？母亲唠叨归唠叨，但是在夜里的时候也是会陪我夜灯夜读，复习那些我不会的词句和知识点。在我衣服穿少了的时候，母亲的唠叨就又开始了。母亲说，你看你穿的衣服都是那么少，以后啊等你老了，那些疾病啊肯定会都来找上你的。大家好，我的名字是方晴轩。你们有没有发现过，当母亲节快到的时候，大家都突然会对他的妈妈特别好呢？有些人会买礼物送给妈妈，有些人会准备一顿好吃的大餐给他们妈妈。可是对我来说，妈妈是一个很讨厌的人，只要犯一个小错误，她就会骂你骂了一大顿。我每次听她讲话都听得好烦哦。可是有一件事让我改变我的想法，
到底是什么呢？现在我来告诉你们一个故事。去年暑假，我家搬到纽约市皇后区的牙买加之后，我突然觉得我的人生很痛苦。我每天5:30就要起来，因为坐巴士和地铁到学校要1.5小时。而且啊，因为我今年11年级，功课很多，又要准备申请大学的资料，加上啊，我放学后又要参加曲棍球，晚上8-9点才回到家。我跟我妈妈抱怨说，我们住太远的时候，她突然变得很生气，跟我妈说：“你知道我买这个房子买得多辛苦吗？而且买了这么漂亮的房子，你可以感谢一点吗？”我和妈妈回：“你为什么不能体谅我的心情呢？我每天这么晚坐车回家，坐得这么辛苦，都累得不得了，我都没办法和朋友出去玩，而且回到家也只是听你骂我。”不，一直一直的骂我。他马上又跟我回说：“你敢跟我顶嘴吗？如果你不喜欢的话，那你不要住我的房间，给我去3楼睡。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把我买给你的手机还给我。”那时候的我啊，决定要永远恨着我的妈妈。可是几天之后，我在吃晚餐的时候，我爸爸突然和我说：“你的一个同学啊，他的妈妈快走了，他得了癌症，所有治疗癌症的方法都没有效果。听我同学每天放学之后去医院要照顾他妈妈，看他妈妈受治疗癌症所带来的痛苦，而只能利用他妈妈睡觉的时间来写功课和准备申请大学的资料，让我突然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不需要担心我妈妈的身体，而啊，人啊，都需要失去后才知道要珍惜。如果没有妈妈的话，就没有人帮我准备三餐，没有人开我到地铁站让我去上学，没有人每天放学之后会问我：你今天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好笑？”各位评审，各位来宾，我是陈子丹，我要分享的题目是我的文化觉醒与定位。在过去10年，我们家大概搬了3次，每一回在搬家后的第二天，妈妈总会带着我和姐姐走到大门口，指着新家的门槛说：“跨过这个地界儿，往家里走，就是中国。在这里，你得说中文，吃中餐，在生活中学习中国文化。出了这道大门，你是美国人，必须遵守美国学校和社会的规定，热爱忠诚你的国家。但是永远都不要忘了你的根，那就是我们的中华文化。”妈妈说，我们这一代的华裔青少年何其有幸，既可以任取中国文化里孝道、礼义、诚信等穿越时空、恒久生辉的精神价值，更可以在美国社会中获得自由平等的尊重。我们从家庭到社会，为中国文化寻根溯源不忘本，对美国文化真正融入尽本分，这就是我的文化觉醒与定位。各位评审，大家好，我叫白琳，今天我给大家演讲的题目是妈妈的梦。有人说，人生就是像一场梦一样。我现在18岁，我也相信是真的，时间飞快。今天是我最后一次能参加这个比赛。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的情况，我那年6岁，比赛是在法拉盛帽举办的。我那天还没上场的时候，我就一直不断地复习我的演讲，一边和跟我同样紧张的朋友们聊天。我还记得我亲爱的祖母和妈妈在我身边，他们一直鼓励我，让我觉得我能成为伟大的人。那天当我踏出比赛时，我觉得我比谁都觉得惊讶。我妈妈说，这就证明我开始在实现她的梦想。
而他的梦想就是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这几年来，我妈妈成为我生命中的粉丝，也是我生命中最大的朋友。首先我要感谢中国广播网提供这个机会，让我们这个食品公司有机会呢参与社会活动，社区活动，来回馈我们的华人社区。今年我特别感动的是，小朋友参加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水准越来越高。我觉得中文在海外呢，越来越的普及，小朋友学习的热度越来越高。中国人的这个世纪啊，就是要来了。小朋友加油努力学好中文，将来对你的人生都是有帮助的。另外呢，我们是这个日本食品公司，在日本，在我们公司里就有好多日本的第二代、第三代，虽然是日本人的名字，但是日本话是一点都不会讲了。所以我知道这个学母语，是一个保持根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方法，但是在海外的确比较难。所以小朋友这么大的热情，真的让我感动。华侨中文学校校长为大家致辞。华侨中文学校呢，在纽约已经有110年的历史了，非常厉害。那我们有请华侨中文学校校长王张立瑜上台致辞。大家好，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哈。我的感动有很多层。我看到这些孩子们，我没办法从早就来，但是我下午刚刚来听了好几位，听了他们的演讲，我们真的是感动的，不是单单他的中文演讲这么好哈，我觉得他们每个人讲的内容都很让每个人感动，我相信自己的妈妈是更感动，连我们听了都觉得这些孩子真的是from the bottom of their heart， 真的是心里讲出来的啊，各个人都 style 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我不晓得 Josephine 在这哈，我真的要很感动的要告诉大家，这个中国广播网开始第一次办这个，我看到你这个字第23届，我都不敢相信时间是这么的快。可是我们真的要谢谢中国广播网，尤其是陈慧台长。今天来这边讲评，就是要提醒大家哈，我今天看到很多是新的面孔哦，第一次来参赛，其实在美国学中文不容易，要上台更不容易哦，所以上台不会发抖，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哦，所以大家先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好，当你上台之后你不会发抖之后呢，接下来你就开始如果你想更进一步，想要让自己的分数更高一点哦，或者甚至想要得名的话，那这边提醒大家几件事情哦。第一件事情就是可能大家要注意看一下中广母亲节演讲比赛的评分标准这个评分标准我非常喜欢哦，它表情跟动作占了10%。首先呢，感谢大家在这么冷的空调之下还一直坚持到现在，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给你们自己鼓点掌声啊。然后呢，我想呢，再一次呢，感谢在场的所有的男士，所有的爸爸们，还有在场的所有的孩子们，是因为你们成就了母亲这个称谓，也成就了母亲这一个身份，谢谢你们。给自己点掌声好不好？给所有的父亲，给所有的孩子们啊。然后呢，接下来呢，我想再说一说今天听演讲的感受。刚才我们的方老师讲了很多的技巧，我觉得呢，语言就是我们的一个交流的工具，而演讲是你透过语言这个工具要表达的情感是什么。陈校长，各位评委，各位来宾，大家好。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也是特别荣幸，受这个陈校长的邀请，然后受我们纽约人寿，我是纽约人寿的理财顾问王金香，受我们法拉盛分部最杰出的经理于杰的委托，然后今天对我们纽约人寿呢是已经很多次了作为这个赞助商，然后我呢是第一次作为代理评委，
因为我个人呢，就是小的时候也是有一些演讲的经历，所以今天的这个整个过程也是特别的有感受。再加上今天是一个特别特别的日子，我自己也是一个18岁女儿的妈妈，所以对感情就是感觉很复杂，也很激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首先在这里，祝各位妈妈们母亲节快乐。那今天呢，其实我说要他们先讲的，其实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都讲了，其实我就不需要讲的那么多了啊。该讲的其实都讲完了啊。不过我还是说，还是想讲几句，表达一下自己的感受。首先，我觉得这里我有三个感动。第一个是为我们的年轻的一代、新的一代，尤其是在美国出生一代的华人，能够有这样的语言基础，所感动。那其中呢，特别是我们孩子们对妈妈的感情，妈妈的这种真情呢，所感动。第二个呢，也为我们所有的家长，特别是母亲，为我们孩子的付出这么多，所感动。第三个感动呢，也为我们陈慧台长这么多年来为中国的文化、为中国的语言啊。好，如果听到你的名字，请您下来领奖。他们分别是邱丽敏。Yes, yes. 陈柔斌、包贝、王延新。林慧珊，好，再讲一次，最佳演讲稿是邱丽敏、陈柔斌、包贝、王延新、林慧珊。我先说一下，今天这个奖是我特别特别从我们的这个赞助商里面把它抽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就像今天说，讲演讲要演得好，也要讲得好。但是演得好讲得好，如果今天的内容不够好，有的人背稿结果背到一半就忘了，所以演也演不下去了，讲也讲不下去了。但是这个稿子如果是妈妈跟孩子一起共同创作，那就不一样。所以我们特别今天设了这个演讲稿的内容，我们特别给奖金，这是由 WAC Lighting 甘台宁女士所提供的，我们谢谢她。王老师跟他们合影，哇，恭喜恭喜。好的，谢谢王老师，谢谢。好的，再次